哎呀，妈，这你真能吃呢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哦，还有一口了，对，江爱，你快看，你看，你看那道菜名，啊，你最喜欢的菜名，这两碗鸡蛋糕给都吃光了，也没拉面，里边还有一口汤。哎呀，哎呀，表姐姐真棒，鼓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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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棒，还吃啥呢？你这一碗鸡蛋面蒸的，蒸的一碗鸡蛋，你都会吃完，你还想着吃啥呢？哦，这个也得蒸才行。行行行，下次我多蒸。这个。行，那下次妈妈再努力哈。你别妈妈不吃鸡，你吃多少碗？两碗还不够呢。快点，我给五六天了啊！你这也吃了，你不是那意思，你吃了。你说啥呀？哎呀，你这碗了，把这碗了，这以后倒这碗里边，这个碗了不够。啊，不够，你俩确实已经倒了，它不够吃，你咋整啊？过来，我给你拿来怎么的？啊，你来。嘿。哈哈哈！你能不能学点好玩啊？快去！你别让他吃啊！哎！出去了，正好小孩这结婚了，明儿都用他地方，不然一切给他钱，我都不给他钱，这他也不要，现在就花钱地方，有你给他的吗？你咋你得了多少钱？这五千。呵，五千？嗯，给你钱拿的吧。对了，我觉得干娘他也不要，过一段时间再说吧。你给吧，你不给他这不要呗？你去吧，过一段时间再拿的不是五千块钱了，可能是折数再三角了。啊，你儿结婚大事儿。嗯。看我给他把那个帮我炒进来。还冷。给姥姥了呗。给姥姥了。给了呗。啊，你不敢打扮了。冬天你还给俺拿那个吃。对。嗯。今天五千块钱。你呢？你明天再管你。我就花。等我一天能吹了，那买点衣裳，新衣裳。我有，你别提我那挣那些块的，那都搞那大，呀，你看这还啥用法？那就还有还得结果啥的，那也一天一半归一半，哎，你平时的时候也不给你了，你接着家里边正好也得过日子，不应该呀，这呀，接着说，你应该，这下说了啊。哎，不能，给谁呀你？给姥姥。家里边需要买啥东西，添啥吧。我需要啥，我的眼睛给我买啊。叫我给你买，你再挣还够了，咱俩能少吃点省吃点，你也不得想着叫我给你拿。给你也背着娘太辛苦了，当了仨养大，你接着还得跟俺去机场还得。接苏瑞到家的娘都该享福了，没啥大事了。大苏瑞到家了都搞出来了。嗯，还闪啥闪？你看上头了。还有没花上一千，我都不给你了。给你，你应该知道你不要。现在这个时候，你整花钱肉。咱一边卖花衣裳了，娘，别提子了。像咱俩丢的给月卖花衣裳。行，你月丢的给月卖花衣裳。好，姥姥。给月卖花衣裳。嗯，对了。娘啊，给你卖行吗？啊，这个。啊，走过去。我给姥姥聊去了。我今儿恁爸爸的一片心意，姥姥辛苦了。我说的药费记住啊，你说你把筷子找好。过这个，你有。别找我走的账单，你干什么？收拾。娘，我有饭，你别急急我来，人不用急急我。我手里有，现在也手里有，我要没有都困难。你哪吧，咱俩，我给你找个人吧。一会家里买菜了都找你了，小月了买衣裳的钱都找你了。我咋的了？对，到十桌钱买的行。你咋的？十桌钱买，不要钱没见。行，拿了吧。小月这段时间，你看，还得吃喝啥的这方面不上愁。嗯。你看也厉害。你少点劲儿，你。给俺知道你吃了，那我一他都会给两边儿分享呀。嗯，给你看看，不吃还不行，姥姥有你看，都是的，你不吃还是不行，给你弄的，哎呀，你可不要开心果。
叫你了，你看，你看。呀呀呀！我不是。对对对，你。